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网这么差，哥们儿。如果有人在看我打架，下雨的好多个小心心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什么都不肯对我说，请你不要再沉默。你这还玩个毛啊，红 buff 都没打，别人都要三级了，这个等这个时间段。我操，这不是坑队友吗？别人都三级了，你一组没刷，队友压力会有点大哦。还不如我让我们重开。压力打野，不是压力打野，本来就他的问题啊，这有什么压不压力的？这一直掉线等于挂机了，坏了，这样经验会好受一点。为什么等升 AD 越等变数越多啊？确实可以考虑等，稍微再等一下下啊。伤害不太够啊。
晋级 W 20秒冷却，不是24秒吗？22还是24？海妖杀手了，不好走。你们懂吗？每次击倒之间的休息才是生活的真谛。哦，开的不错啊，立功了。三个打一个打不过，就玩个霸。感觉换的不赚呢，这波越他感觉越的不好，我觉得可以大招起手的，这样会更稳一点，或者说不跟他换，下波再打他也可以啊，不过也无所谓了，杀一波还能杀第二波吗？倒也不用想那么多啊，想打下波吧。还没想好这把出不出单带装啊，我要现在换装备还来得及，就出单挑装，出单挑装就是跟竞技带线的，那出打团装就得做血手啊。不用想那么多，杀一波还可以杀第二波，啥问题？他倒是没闪。当大哥的感觉比不当好太多了。抓的不错啊，但是破败装有点肥，得小心一点吧。
不单挑装？哎呦，好纠结。打野控咬龙去了，肯定。啊，他这一刀还挺能吸的，半血都吸上来了。他没眼了，哪有那么多眼，这里一个眼，那个两个眼放过了。打不还手，那他也得能还手才还手啊。他还不了手啊，他又打不过，他怎么还手？加油！查留言，别着急带，被抓就不好整。这还是个 AD 要急。他撞不掉，两个人我想试一下。只要说话就是找茬。撤了，哎！ Shut down. 你是干什么？耍杂技是吧？
那出单带装吧，先去把小龙控了，然后去带下。感觉他压力好大。可以的。追不上啊，他跑得好快呢。没事，哥们来了。这你总能杀了他吧？这个，他跑得很慢的，没办法。被遛成犬了，是这样的呀，打不到人呢，开机跑了，我哪跑得过他呀，很难的啦。好像人人都带着刀子，只有我是一双拳头。但凡是看我不顺眼，咋滑的？按那个键可以，按那个加二就能滑，你一直卡一下就能卡出来。德莱文不是也能卡吗？